据媒体报道，因《太阳的后裔》相恋的宋仲基、宋慧乔上周宣布结束一年八个月的婚姻，正在进行离婚调解，婚变主因满天飞。最近韩媒访问到宋仲基爸爸的朋友，对方说在新闻爆出前，宋父不知道儿子要离婚，被告知后十分受打击，最近都待在家里，打电话也没人接，朋友们都很担心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